英就花掉钱。艺人林俊杰近日结束香港巡回演唱会，在社群上拍 vlog 记录，还和粉丝开心庆生。没想到现在却传出投资元宇宙房地产，亏损百万元。发现你很冒险的梦，我陪你去疯。这只飞机碰到雨天。冒险的梦终究有坠落的风险。林俊杰两年前搭上元宇宙热潮，投资约377.6万元台币，在全球最大的元宇宙地产销售平台买了3块地，还发文问大家谁要一起。没想到根据元宇宙土地分析平台 VMeta 显示，林俊杰当时以12.3万美元买下的虚拟房产，却传出平台成交价格一路暴跌，仅剩10,000美元的价值，让他一夕间亏损91%，一次亏损约343.6万元台币。 Decentraland 虚拟土地成交价中位数也从去年45美元高峰之后持续下跌，目前仅剩5美元。因为呢，脸书的失败，所以导致呢，整个全球的这些投资的这些机构啦或投资人，他们就开始对元宇宙呢开始却步了，开始退缩了，所以呢，资金开始源源不绝抽出了。看到自己亏损的消息登上微博热搜，林俊杰9号也贴出皮夹照片，写下：“听说最近很多人想帮我理财，似乎在回应元宇宙风波。”而实际制片经纪人团队则表示不方便回应。不过碰上全球经济通膨影响，元宇宙逐渐退烧，身为元宇宙加密货币大户的林俊杰，一举一动也备受外界关注。华视新闻业余那林志纯台北报道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